快哦，其实也反正就是两边都要排啊。春节连假期间，车子一辆接着一辆挤爆桃园石门水库连外道路。或是来到南投山区看绵羊秀，十天连假结束，各县市政府也公布观光人次。高雄十六处景点十天累计超过480万人次，加上今年灯会首度移师莲池潭举办，还有超猛马吉兔坐镇，涌入大批游客到访。大家最喜欢的就是左营莲池潭，那其次是佛光山、博尔跟义大世界。高雄游客人数开红盘，不过台南也不输人。副总统赖清德大年初二回到台南宫庙走春拜年，台南除了许多古色古香的宫庙外，在地美食更是虏获不少饕客的胃。台南市观光局统计，过年期间台南市老街区以及灯会区就有450万人，各大庙宇也涌现550万人，总计累计达到千万人次。一大两小，一大两小。疫情解封，民众报复性出游，加上史上最长农历春节连假，台中乐园也很有感。Outlet 乐园、赛车场以及饭店创造了400万人以上的入园人次，那么也有突破以往的业绩。国境已经解封，今年过年许多民众携家带眷出国旅游，不过国旅依旧很夯，景点人潮挤爆，商家荷包也赚饱饱。近新闻综合报道，立刻下载近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